汕头海湾隧道通车至今已经一个月，好多市民拢期待着海湾隧道早日通公交车，方便乘车穿越内海湾由南南北来。甲下海湾隧道主线通车，为进一步完善公交线网布局，方便市民出行。市交通局近期就拟对交流公交线路进行优惠调整，即意味着海湾隧道不久后将通行公交车。近年来，随着泰山路、五号路完成快速化升级改造，以及沙北大道、东洋大道、沙头海湾隧道等交通设施的强升通车，还是独步高人气城市快捷来往，东西偏区之间加快形成十五分钟生活圈，东兴社区甲亭海区、电玉区也形成十分钟交通圈。特别是沙头海湾隧道为沙头内海湾南北两岸开辟了闯天后过海新通道，好在市民拢期待着海湾隧道能够早日开通公交线路，让出行更方便，也能够更好游览内海湾南北两岸的秀美景色。直接从那里穿过的话，无论是从路程上还是时间上，对我们来说还是很好的。近日，汕头市交通书记发布关于拟优惠调整公交线路的公示，甲下海湾隧道主线通车，为进一步完善公交线网布局，方便市民出行。市交通书记近期拟对九条公交线路进行优惠调整，包括台北路、四十九路、五十六路、K 五路、幺零二路、K 七路、三幺四路甲十一路。根据公示，其他的八条线路拟调整后，拢将行经沙头海湾隧道。我觉得对外地游客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名片吧，城市名片。希望早日通车，然后公交的班车可能多一些会更好。沙头海湾隧道将通行公交车是一大好事。不过根据公示，拟调整后的第五十六路公交线虽然增加了多个站点，但也减少了寡个站点，特别是乌头、国洲两个社区的站点。隧道啊，改变隧道啊，公布出来了，现在等通知了吧？可能改变了会给这两个圈呢、造成坐车不方便。后港区大后街道国洲社区的不少居民表示，目前经过南社区的公交线有台五十六路甲 K 五路，如果台五十六路公交线无再停过国洲，将对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就先到 K 五三零以后唔方便嘛，以及反正正得忙，个三路又有少个限制，所以讲就非常唔方便嘛。本身计上你就正忙人有，正惊这路车开始较少，再街街要求人最好就。有地嘅人，个条路线来只行。阮只两路去公共汽车是非常少个，哦，所以空政来搭就非常唔方便个。行就那近期爱减了只路就，结果空政更加不方便。当地居民黄杨达，目前社区户个爱指出，公交车站并无配置公交线路指示牌，选址也比较远，老人家坐车会饿着困难。这条路做到这边好。你我了，这座地啊，石就是什么？这个白个路白高墙，再无石，无石人都唔在那啦。做老人唔得噶嘛，只系低楼车，坐只只经过。你往上，你话了远，因为往行出来就本身就远啊。那路下就头人提示咪噶，楼梯有影。居民会就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增设公交线，并优化站点设置，方便大家出行。有好霸占这个公交。汽车灯有无？刷灯的也去过哦，买较远，去做在老人啊，什么搞这个搭车方便你啊？希望那增加人流咩工个？在上班、落班这咩？跟老人家接触这咩？这个时间、这个重点就有变增加个人咯。据了解，这次关于拟优惠调整公交线路的公示将截止到十月三十号，市民可以通过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者是邮件、信件等方式发表意见建议。近日，市区新出了个曹先生发现，家己遐度家门口个电动摩托车无倒去，车台公共视频后发现，车辆是人生的时候，帮三个后生囝逃走个，三人换好狗骨、挂口罩、穿套头衫、床厅换弯腰低头。曹先生答。十月十五号凌晨零点过，
伊回来的时候，电动车花停到门口充电的位置。无想到，到了明早爱上老家读书的时候，却发现电动车唔记去。曹先生伊是查看了公共视频，发现电动车是零星四点外奔丧的后生仔偷走的。小年轻的，有三个人进，三个人骑个电瓶车过来这边偷了，还有一个就拿着一个砍刀进来的就在那边几个地方看了几个地方车子没有，可能那些车子是旧还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车买的新嘛，那这个车子就把这个车偷到了。视频显示，三个后生仔发好狗棍，一人多口罩，穿笠头纱，正过厅发网友低头，避免面部曝光。伊人开着电瓶车去到曹先生来附近，一番摸索后，就走向曹先生的电动车，强行将车头锁拍开，最后将车领走。只过天唔到一分钟，他们都把那个帽子、口罩都戴好，戴好了，大家都是看不出来的这种，就隐蔽性很强。他们是比较老练的，是个罐头的这类型。曹先生答。被偷的电动车只卖了六个月，当时花了近3000元，车辆被盗让伊好着疼。目前曹先生已经报了警。经常有听见这个附近经常有掉那个电瓶车的，希望有关部门把这边的治安啊，这管理应该抓严，加强巡逻，打击这种犯罪的这种行为。火车偷行偷债，会损坏路桥，危及安全。由此山上的瑞士飘散门堆也会污染环境。为政治部推进铁矿三号专项整治行动，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大火车交通事故，近日市交警部门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打击货运车辆挑载瑞士等交通违法行为。最近一挂三点外，交警机动巡逻大队、骑警动队组织警力到东海岸片区多个重点路段巡车，整治货运车辆挑行挑载瑞士货物等违法行为。到阿里山路甲沙台路交界处，民警发现一只重型挂跨抗影车不断流驶泥沙，有挑载嫌疑，于是立即上山检查。依照那个交通安全法，你这个车就涉嫌那个没有那个拉沙子没盖好，会造成那漏洒啊。那个你车在行走的时候有抖动，它就那个沙子就往下掉来，对后面有些开摩托车啊或者是行车的时候，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经民警多往地铁点过磅检测，该车行等49吨，车祸总等57.94吨，挑载率18%。据司机刘某交代，车顶装载的是沙土，从潮州运往外市集的水沙厂。准备处理后，再运去监督工地。交警部门依法扣留该车，责令销毁转运，并依法对刘某的交通违法行为，下并处以罚款650元，加驶成记一分。经民警解释，刘某意识到错误，表示急忙将增强交通意识，文明驾驶，杜绝违法行为。这个网是太有点稍微有点小，敲啥不对，我接受批评。就是要把那个。整车弄干净，网盖好，全部都弄好，然后再上路，不超载。随后，民警又到东阳隧道入口处，发现一只满载货物，但是无结构磅礴的大货车，车顶的监督灰料不时滴落下来。于是，民警把这只车拦停检测。那你的装车，你为什么不把那个防护把它盖好呢？没有，急慌慌没搞好。那你现在一些装车啊、水泥块啊，你不小心砸到后面的那个摩托车啊，或者行人是很危险的啊，以后会注意的。那你这个你以后你要出车要把这些把它检查好，好盖好，你把那个要铺平来。好。那等一下你风一吹或者是那个一抖动，这些就会掉下来的嘛。民警提醒司机高某，在运货物的时候务必严格遵守规定。货物冇跳过车厢栏板，而且要加开并固定好磅布，严禁挑行挑载、挑山跌落。随后，民警依法对作出处罚。听得下去，我以后会注意的。民警指出，机动车载物嘅枪框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瑞士挑山载物，以免污染使用环境，危及过往车辆及行人安全。
漏洒的会造成那个环境污染，第二呢，它会对后车的行车安全，造成那个安全隐患。下来我们会继续加大那个打击查水的力度，在此也呼吁那个广大货车司机，货车载货上路的时候，记得要检查自己的车况，把一些那个漏洒的地方啊，有什么那个要加盖布把它盖好。路障是指涉到路桥顶端的障碍物，直观用于行车通行。车主吴先生反映，金平区土岗街道的一座路桥顶端就设有水泥挡路障，但造成的行车措施还需要优化，因为伊个爱车已经多次被路障刮花。土岗街道在开路这座水泥桥路口，各设有两个近10厘米的水泥挡路障，该桥非常矮，只能够容纳直接小车通过。在桥头处画立有禁止火车通行的标牌。吴先生答：由于上落班经常着从这个经过，伊个爱车已经两次到这个开着水泥洞。旧年尾今年初啦，大概也是迄种个落班，迄种用电啊主干道个个红绿灯，经常就是当交通非常拥堵。那么你骑到这下半只乡里，路肯定就是那有就说去红绿灯道，路肯定是开对红绿灯道，要隔塞些时间嘛。一辆车就对着过，然后就变作那这不留心，然后掉那辆车，那因为那实时是过呀，实在是过呀。记者到现场睇到，估计水泥东嘅泥层唔话松严重，其他有一个还裸露着根茎。吴先生答：附近有土坡东坑，我哋学生方向交条路桥就非常拥堵，再加上车辆上桥要转弯上坡，冲到视野盲区，车辆刮碰水泥东嘅事经常发生。就刮过水泥洞路，其实现在到这种，其实也是整多年的时间了。刮现在路已经搞过，我们都是面目全非啊！或者那也肯定都是那多万的私家车已经是非常挤，非常挤的私家车已经是到这个，已经是冻结哦。例如用啲啦，而且嗰啲五二时间就系90度嘅，有啲转弯，我都面对那两种喺90度喺过去，就咁咪有啲也是非常考验嘅车技啊。你话特别是直咩？直咩就咁咪灯光嘅非常差。你话啲灯有啲本身车嘅有啲光线唔少下，根本就是个非常恶判断，非常会刮碰着。据吴先生介绍，这座水泥洞嘅设置主要是为了禁止载重火车通行，中小型火车将右边通过，行车措施花数优惠。那行车大火车吧，因为那毕竟就讲么，应该是该属于那水泥个，要去直接去轰炸的个吧。其实就袂多要去行高啊，做呢。但系如果那减速，可能就可以用这个减速大啦。实际上，类似个水泥东路障到附近黄瓜处，两次桥头社区甲金平工业区个接触桥，就要冲到行宽水泥石东路障，附近发生有行高柠檬个。吴先生决定，为了行高架，已经基本能够实现行架。水泥东路障可以考虑拆的。包括咱这座路口，如果咪个其实看有个挂个叫其实去路障嘛。主要现在是集中到种路地方是经常没了。伊这个问题是，等到伊都等本身就行高了，你看来设计这个路障，觉得咱必要性咪特别强。本身这个咪暂时路口车流可能也有个，如果咱那个减速的话，咱其实就设到减速大了吼。希望咱有关部门啊，这个水泥东路后边该处理了。你看那如果咱爱行高行火车，咱可以用。比较好诶，喏。潮汕路面未甲天下，其中又以老歌最具代表性。红泥街在本村顶边总只有唔了一盘老歌，不盘歌呢请人客，几乎成了潮汕人热情待客嘅习惯。到民间，不少人也只有了独特嘅老歌机会。今日，咱就坐在走近老歌专业钢琴师余章东，伊是老歌制作机会刺激汇水传承人。专注老歌30多年，既传承古法手艺，又通过编制方式、调料配置等内容创新，让传统老歌并发出新的花彩，将老歌做出了大文章。今日停喺区太阳路，就是香港的饭店。直接接晒头哥向跨到道厅来，叮叮老乡扑片而来。店员先熟将船哥风车柜过头，五色五张顶部位，直播播是香鼻古窗的老歌，让每个食客赞不绝口。
闻起来就很香，就是一种中药草香的那种草本植物的那种香味。随后呢，入口以后就很绵，入口那种香味，现在回味起来感觉到就是说无以言表的那一种，就是味道鲜美又很新鲜嘛，做得很好，很有特色。鹅溺饭店的掌门人是47岁的吴增栋，以出生到老哥斯的，也一到泰国从事老别生意，之后将超过团本业的病情，以当时就骗着老乡别将体，何扎就对老哥感觉了然于心。六岁是懂事的时候开始当阿伯，因为阿伯老哥来我做到卡头烧来烧去，当然就烧水缸啊、大缸么啊，从来没做对自己。干呢就比较有更清楚。1993年，吴增栋集体白钱自主经营老哥，到停海城区开设吊山老哥店。为提高老哥技艺，以化顶峰拜师，成为此老哥技艺对暗道汇聚传承人。能叠山做代表性，就巩固老哥。我实在是对事大，伊是比较能叠山老哥做代表性嘅传承人。我家己当伊比较有历史，比较有文化，所以话三顾茅庐接风拜师。咁样就我西北小弟我做嘅徒弟，传承人是个叠山历百多年嘅传承嘅老个文化。此后，吴增栋又参建西头哥饮食基地，成立老哥管理有限公司，并组建老哥技艺研究小组。吴增栋话：老哥嘅每一道制作技术拢非常讲究。比如上哥，直播着上龙雕山羊，直播30只鸡，晒头哥。呢个时间咧，对紧呢个搞，佢哋咁样做，但呢时间讲咧，做咧上呢啲嘅比较杯，因为杯咧，嗰个捞起来咧，食咧口感啊，咪呢个比较有比较甜，比较一个有力感，嚟食咧比较好。做翻啦，咳嗽咧嚟食咧做等等，冇啲嘅点食。除了那些直播的外地人啊，这样吃鲜的人就喜欢啦，酸也有酸，所以呢，用这些老酸果呢，就是酸这个80%，比较补的20%酸啊。卤水跟香料是老哥的灵魂，在保留传统古法工艺的基础上，吴增栋创新秘制了特色青卤，并精选冰汤、桂皮、南姜、香茅等10多种香料。按一定比例配制成了香料包。个当地啊，当时个南京啊是比较特色个，是山，嗰是最好个，除了可以去鲜味啊，同时也可以提这个香度啊。所以当地沙哥就点，咁样个当地个少，加其这个组团个边个配比，那是最关键个。老哥尊崇古法之作，苏经历三调三浸。卤水汤锅加热后，放入适量的香料包，用灭火煮滚，再将准备好的锅倒入锅中，15分钟后，用铁钩将卤水汤的整锅吊起来，这是第一条。关起来呢，吊汤呢是将伊内底个血水、个水分之间个吸出来，然后再放伊一颗卤呢，意思是只要卤汤在即间加入边，所以说你当三起三条是正讲伊。你家己讲呢，卤锅呢就用，所以你当用大鼎呢。用鼎呢，对个就鼎起边，但是讲呢，咱那是个鼎呢，是个老汤啊，是个烧水啊，非常咩，所以咱用鼎来杀锅呢是比较直接嘅。老字嘅规听，话需要特别注意火候，只能够使老汤嘅精华掺入每一只葱角内，绝不破坏锅嘅力嚼。爱老字做食者，浓香丝液，色泽柔嫩嘅老锅，大概需要两点钟。火较慢啲，但系杀呢只锅安啲啊。介依个啊，只个只个拎下口干啊，系有重啊，其实配合慢咧，呢啲手料订单只个，即系个手料订单紧追，冇咩嘢事件。吴增栋话：老哥比较好只个是鹅头、鹅眼、鹅卷、鹅肝、鹅胆、鹅内、鹅掌加鹅舌，俗称鹅背丁。自近年来，伊不断创新，调整香料配方及烹调方法。制作出更适合现代人口味嘅各种老歌菜品。鹅颈啊，可嚟嚟炒笋丁，即是咱最传统嘅一道菜。鹅胆咧，除了做卤水花，也可以嚟嚟做鸡内鹅胆。鹅肝咧，也可以嚟嚟煎，嚟嚟做鹅肝肠，也可嚟嚟
做花卉，啊，我肯定拿你来做这个窗格呢，就比较适合。你不是挂地囊呢，一大孔呢，伊就这个顶这个窗格，来先呢就比较丰富啊。近年来，二张当家的老哥正多次登上央视及各省市电视用片，已经连续三年去香港参加潮州每只在，受够热剧的欢迎。也正呼广州参加俄湾这把赛及世界俄湾这把赛，获得得金奖等荣誉。近期，伊通过评审获得2021年乡村金奖评审老歌之作专业钢琴师职称。对我是实现肯定，实现荣誉，更是实现实现打分。是老人呢，我想到汕头地区啊，开点这个老歌的培训基地，让更多年轻人。学习这个老歌的知识结构，今后系传播咱个地方嘅老歌嘅文化。按政策，乡村金奖职称评审宣布截止日期是10月31日。宣布人获得六广东省乡村金奖专业人才管理系统，抓紧进行宣布。近日，一段组队为苏嫩带不了四回独居爷爷游东国。陪爷爷实行直播的黄毛清单的视频和网络顶半个早安，指定清清与阳光的双向喷壶备受网友掌声和炮扬。视频当下的这名孙女是四川自贡九五后的男孩小王，伊用视频记录了四只回家楼的陪伴爷爷的点点滴滴。小王到视频当提交，伊已经陪伴爷爷完成了第一次唱歌、第一次手工改变、第一次野餐、真大声跳台电影、第一次中奖，所有的只做第一次，对一位不算老人而言，无疑是新奇而又兴奋的。从视频当爷爷的笑容可以看出，伊真个好开心。对此，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深受感动，但有网友担心小宝的收入无法满足之处。甚至质疑男孩回家是啃老。近日，小王到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伊已经找到兼职，虽然支不在，但足够伊甲爷爷的开支。小王之所以回老家陪伴爷爷，愿意直此抬高爷爷独居的孤独情景。伊答，伊的妈妈已经离世六年，今年五月的节日，伊等自贡探望爷爷。临开门的一瞬间，看到爷爷独自坐到沙发顶去一刻，也无夹陪，心内好不是滋味。经过再三思考，小胖才决定试着回来陪爷爷。伊表示，这并非一时的冲动之举。小胖个只是想到，其实满足了老大人的梦想。这个是84岁老人的梦想。一只大人往往从未着开发的年代走来，辛苦忙碌了一辈子，可能一定无便去外口的世界走一走、退一退。好在时候只是通过电视的手机无片轻谈，空留遗憾。自从现在有了能力，可以叫伊人弥补这只遗憾，卡不是一件美事。自对子孙来答，现在无论是高铁、飞机等交通条件，还是乡人街出境住宿服务，拢比较方便。当家己个经济能力允许的时候，将着长辈个身体或年龄，多叫伊人出去行者，避免了陷入自爱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小王带爷爷游东国，既圆了爷爷个心愿，又实现了家己个愿望。相信这段经历会成为祖孙老人最美的人生回忆，人也应该尊重伊的选择，珍惜伊对亲情的守护，对亲情的呵护。